你再去做到运球。所以现在把整场比赛都没上的杨胜燕，在最后的二十几秒钟给换台换上场，三分外线 Jordan 的出手进，张手开花，超前的一击 ，Jordan Chapman 单节的第四记三分，全场的第七记三分球。哦 ，Davis 跟 Jordan 的连线，哦，一个 handoff 创造出一个 catch and shoot。哇哦！能做到一个 down screen， 然后再衔接到 Davis 的一个 handoff， 哦，等于是一个 double screen， 让 Jordan 有一个 catch and shoot 的机会。今天七个三分球 ，Jordan Chapman 打出了他在 NCAA 当时 ACC 联盟这种 streaky shooter， 就是外围射手的这种本事哦。哦，他的出手真的是快很准。对。哇、wow, ，旁边连杨逸峰教练都非常的振奋了，因为刚才凡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战术设计啊。今天15投7中的三分球，哇、wow ，